Life goes by fast, will it slow down? We got older, where did it go now? Back in time when all we had was you and me. These memories.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咁今日呢条 blog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喺我日常生活中咧，可以帮到我活得更加健康嘅习惯啦。因为其实无论你有啲咩目标咧，都系靠每日少少嘅习惯咧，一步一步咁样建立起嘅，咁样长远先可以维持到啦。同埋咧，健康其实系身心都要兼顾到嘅。因为咧，就算你系食得好健康，做好多运动，但系咧，你成日都觉得好辛苦、好大压力同好多负面情绪嘅话咧，其实咁样长远都唔系一个健康同埋可持续嘅生活方式啦。因为你系好容易会反弹嘅。对我嚟讲咧，首先好重要嘅就系朝头早啦，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样咧，系超级惊闹钟声嘅，因为成个人吓醒啦，咁就好难有平静嘅心情咧去开始全日。所以咧，我系用 Fitbit Inspire 2嘅震动闹钟啦，佢系可以喺你较浅嘅睡眠阶段咧，用震动去叫醒你。咁你起身嘅時候咧，都會覺得更加舒服同埋寧靜。咁其實咧，我發現呢個功能咧，就係因為 check 佢翻工係超級超級早起身嘅，咁佢唔想吵醒我哋全家啦，所以佢就係用呢個震動鬧鐘。咁我多數咧就會較早五分鐘起身嘅，咁就可以做一個簡單嘅拉筋啦。咁喺床上做都得嘅，大家而家就可以跟住我一齊做啦。第一個 neck side bend。朝早拉筋咧，可以帮助消除水肿啦，唤醒全身嘅循环，亦都可以提升新陈代谢。第二个 neck stretch forwards， 前后15秒，跟住咧就拧左拧右。3、2、1，转左右。呢个可以放松翻个肩颈，同埋有时瞓完一晚咧会觉得好紧，咁就可以慢慢咁样放松翻。下一个 sitting twist， 每边15秒。咁好多时咧，我哋做嘢坐足成日，可以舒缓翻背痛。3、2、1，另一边。第四是 butterfly stretch。 咁忙碌嘅一日开始前咧，呢个时候可以俾自己平静一下啦，帮助维持翻一整日咧嘅心情同埋工作效率。第五 setting fold， 可以拉长同埋放松成个背部、大腿同埋小腿后侧。第六 puppy pose， 可以缓解翻我哋膊头嘅酸痛啦，增加灵活度，准备迎接新嘅一日。
第七 core stretch。可以感受到腹部的伸展，15秒后就望去两边拉侧腹。3、2、1，拧转头望每一边。第八 hamstring stretch， 可以感觉到咧只脚嘅后侧伸展，每日持续做咧就可以更加灵活。第九 hip stretch， 好多时咧，我哋冇留意臀部咧，其实都好紧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度两边可以拉翻。3、2、1，转另一边。最尾 lying twist， 可以舒缓翻背脊同埋脊椎，按摩肚入边嘅内脏啦，促进肠胃嘅蠕动。做完拉筋之後咧，係咪覺得成個人都焕然一新呢？我都可以俾個 tips 大家啦，可以咧開定個 air diffuser， 呢一個咧係日本嘅 TSK 空氣淨化加濕香薰機，咁佢超聲波霧化係無污染啦，同超細嘅水霧，咁所以就唔會令到你間房潮濕啦，而且咧係好靜嘅，只有36分貝。今日用嘅係 Aster Aroma 有機胡椒薄荷香薰精油，可以舒緩肌肉疼痛、精神疲勞。经痛同埋可以帮助集中精神添。朝早就嚟个健康嘅早餐先，好唔好啊？钟健，你做咩咁开心？成个三角形肿咁系咪啊？哎呀，好，咁我而家就整我嘅早餐啦。咁我近排咧就超级中意食呢个 smoothie bowl 啦，因为佢非常之简单又健康，咁唔食煮嘢食咧都可以全部倒埋一齐搞埋一堆就得啦。咁食之前咧，我就加一羹 Manuka Honey。今次用嘅 Honey 咧係 Australian by Nature 嘅麥盧卡蜂蜜，佢係嚟自新西蘭北部咧有機同埋冇污染嘅麥盧卡森林。而麥盧卡蜂蜜咧，佢係一種特殊嘅化合物啦，係普通嘅蜂蜜冇噶，蜂蜜咧仲要養顏添。咁佢健康又好味啦，蜂蜜糖咧就可以再額外加多咗一個好天然同埋超級健康嘅甜味啦。譬如頭先你見到咧，我揀嗰啲豆奶啊，或者平時食杏仁奶啊，都可以揀完全冇額外添加糖嗰一種咯。烏冬都食得健康。OK go。今日咧，佢入面有牛肉、鹿肉、薯仔、羽衣甘蓝、南瓜，仲有豆。嗯，食晒啦！仲有一个 supplement， 食得啦，去。OK go。要一路做嘢一路摸嘅系咪呀？要一路摸嘅。OK， 慢慢做嘢，单手摸啦，好冇？单手摸啦。
飲水都是超級重要的。我在家用的杯呢都是非常之大隻的，睇到咁我每次斟完一大杯水呢就可以放在我做嘢的台隔離啦，咁就唔使因為懶得行去斟水而飲少咗水啦。咁飲多啲水有咩好處呢？佢可以幫助維生素正常運作啦，代謝糖分，避免肥胖，亦都有利可以控制到高血壓、糖尿病同排毒，亦都有助保養到肌膚。咁今日咧嘅健康晏昼就系有呢个 couscous 啦，咁系一个很好嘅植物嘅蛋白质啦，令到你饱啦。跟住咧佢入边就仲有番茄仔啦、灯笼椒啦、同埋青瓜、生菜啦，同埋呢个煎三文鱼。好丰富嘅午餐。嗯。B， 我哋食 lunch 啦。你已经食咗噶啦，你妈妈食啊？要唔要个生菜？好多人咧都觉得食得健康好难啦，咁其实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咧系揾到自己中意嘅健康餐单，咁就长远咧都可以食得健康又开心啦。咁头先做完嘢咧，而家就换咗衫，准备去做今日嘅运动，就系跑步啦。咁好多时咧，你哋都会问我，其实想燃烧脂肪咧，跑步要跑几耐噶？点样跑啊？咁其实咧，我主要咧就系用两个方法嘅。第一個咧就係 LISS 啦，低強度穩定持續性有氧運動。咁譬如我會慢跑40分鐘啦。咁佢減脂嘅主要原因咧，係因為佢用脂肪嚟做主要嘅能量來源。第二個咧就係 HIIT 啦，高強度間歇訓練。咁譬如我會快跑30秒，唞30秒，咁之後咧一共咧就係大概20-30分鐘到，令到身體咧可以喺運動過後咧仲可以繼續消耗氧氣同埋燃燒脂肪，有呢個持續後燃嘅效果。咁我跑步嘅時候咧，都係帶住大家今朝都見到嘅 Fitbit Inspire 2 Fitness Tracker 呢隻錶嘅。咁因為除咗震動鬧鐘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其他功能嘅，例如全天候嘅心率追蹤啦，佢係採用更加 upgrade 咗嘅 Pure Pulse 2.0 技術，可以追蹤翻卡路里、燃燒量同埋發揮運動嘅最大成效，仲可以喺 Fitbit App 嗰度咧睇翻正式心率趨勢啦，同埋心肺有氧健康指數。第二，我哋做完户外运动之后咧，就可以用翻 Fitbit App 啦，睇翻我哋运动强度地图，了解翻成段路线嘅心率区间，知道自己喺边一段路程用咗最多嘅精力。Hello, Vivi. Hello. Do you miss my kiss? Do you miss my kiss, Bubu?咁今日所講咧，可以幫助到我健康生活嘅產品咧，都係喺 Club Shopping 嗰度買嘅。Club Shopping 咧就係 HKT 旗下嘅 Club 網上購物平台，咁佢有齊各類最新嘅電話、電子產品、家居電器、美容產品同埋健康產品等等，可以購物同時咧賺 Club 積分。咁賺到嘅分咧，可以下次用翻嚟扣減價格啦，或者兑換獎賞。如果你本身有用开指定的 HKT 服务计划，例如 CSL 1010或者 Now TV， 每个月交月费都会自动储 Club 积分。就算本身不是 HKT 的用户，都可以在 theclub.com.hk 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边买边储分。现在仲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theclub 为了回馈各会员的支持，本来10个 Club 积分可以扣减1元，但由现在开始到2021年12月31日，5个 Club 积分就可以用来扣1元。例如是这款298元的日本 TSK 木纹超声波空气净化加湿香氛机，本来需要用2980个 Club 积分才兑换到，优惠期间用一半的分，即是1490个 Club 积分就可以兑换到了。这么优惠，大家都快点把握机会去用 Club 积分兑换心水产品啦。临瞓前我们做什么好呢？吃雪糕。那我要闭。我可以 go first。Don't be coming, don't be coming!Not for you, baby. 媽媽臨瞓前去浸浴，去 relax 下。OK， 要 pay with 爸爸啦，要 pay with 爸爸啦。唔使。媽媽去浸浴啦，我就會用 Esther Aroma 嘅薰衣草甜睡沐浴液，佢混合死海鹽、喜馬拉雅山鹽、薰衣草純香薰精華油，仲有好豐富嘅礦物質，有助排毒、調節細胞活性、鬆弛神經、改善失眠，仲可以提升翻睡眠嘅質素。Why are you here? Can I join the 浸浴 too? No, 我要吃雪條啦，你，拜拜。好啦，係時候瞓覺啦。Don't worry, sorry. 哎呦，我唔想瞓覺。好啦 ，good night.